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在密宗里头，大家都知道西藏密宗里头，第一个你先非得把菩提道次第学好不可，叫菩提道次第。我刚才讲的就是密宗的三要道。处理世间，远离生死苦，大慈悲心，般若智慧，就这三心呢都具足了，成就菩提心。这不是你100万年、200万年、1000万年、2000万年所能够成就得到的，说的容易，做起来非常之难呢。因此啊，在《璎珞经》里头讲，有六种种相。就刚才我们讲这个。宝焰花光竺海神，他得到了正得了出生宝种性，宝种性啊，宝种性有六种，一个是性，性的兴奋，永远不变，自分永远不改。就是原来没人人本具的，就佛种性，佛种性，这佛种性我们失掉了，失掉了，就是在我们的本觉的字里头迷了，迷了就成为不觉了，不觉了，不觉了又开始能够有殊胜因缘，遇到佛法了，遇到佛法了。开始觉，这叫实觉。实觉了，就是我们从不明白生死是怎么回事，开始明白了。这就是我们四众弟子皈依佛法僧三宝，开始，这叫实觉。实觉是不够的，从实觉、不觉到实觉，实觉完了就产生了一个相似觉，相似觉并没有觉悟，但是相似觉悟，这就是在佛教的教义讲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就是三实心，三十个心。这是开始识觉，必经过学佛，学佛，佛呢就是觉悟的觉。为什么要学呢？我们本具的，人人都有佛像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但是你迷了，迷了就经过你要学，学了之后，你才能又恢复你的本觉。从这儿产生于什么呢？叫习种性，习种性，习种性就先修修空观，空观，从实信位修一个信心，要10000大劫，一位一位的。现在咱们这个信呢，不到位。信不到位，只是心要心，
什么样才有算是有信心的呢？有信心的，他知道这个思念的不对，马上就能断到。念头不对，觉得念起，一起心动念的念起，能够把它止住。要是散，让它挣扎，就是那，马上就止住，止心不起，觉念不对。但是这个必须得经过修习，对，修行实信满心了，信到位了，这个、还在凡夫，还在凡夫位。像刚才说一万大劫修成功了，这叫入了初住，是有入位的菩萨，有了位了，初住菩萨。初住菩萨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这个发菩提心跟现在咱们这个发菩提心那是两回事了。他真正的相似见了真理了，就是相信自己是佛，他肯定了。因为这个初住的叫发心住，他发这个心，他就住在他这个发心上头。为什么叫住呢？叫住在发心上的，住在菩提心上的。初入在一住一住到十住，初住二住三住四住到十住，这个中间时间经过相当长了。这总给他说啊，这是保种性，叫什么种性呢？叫习种性，熏习修行。习种性，他能破他什么迷惑呢？见着什么他都认得是无常的、空的。因为修习修行当中成了种性了，成了种性叫习种性。这个时候他研究空观，观一切法都是空的，就成就了，对你的身见破了，破了见惑，破了思惑。华严经的初住的菩萨跟那阿罗汉是相等的，实住的菩萨跟断了见思惑、断惑是相等的，叫习种性。咱们讲讲大乘起行论的时候叫熏习修，加什么熏习呢？加佛，佛的教导的法，他不离开法，不离开善友，有大众生，叫熏习，互相熏习，这叫熏习修，这叫习种性。我专解释保种性的六种种性啊，第二种种性叫性种性，它地位就高了，十住满了，有实性的菩萨，他这个是研究这个自己本具的。本具就是我们经常说众生佛将我们现在自己的心，众生的心、佛心跟我们现在的心，三心无差别，众生本具，佛是修成了的了，因为迷了之后又修成了。咱们现在的心是两种，现在我们休息相信我们自己是佛，但是你还得熏习修啊，你不修就不行了，你不修它不能显现呢。要性种性，他正知了，正知了自己的本性是真空的，证得这真空的理了，但是不住于空，不住于空。这不住于空的意思呢，就是他
分别诸法化度众生。那所以跟二乘人不同，罗汉他住在一个空，他不去化度众生，他只能破了见思惑，不到实行的菩萨，只是华严经的啊，华严经的实行菩萨，不是一般的那个大乘啊，跟那个大乘分了一种的初步的刚入门的，那全程的菩萨，跟这实际的证得理了，证得真性的体性了，这个菩萨就证得本性真空之理了，他又不住于空，他能分别一些诸法，如何是眼，如何是见，如何符合于菩提道的，如何不符于菩提道的，他把这个就化度众生，叫性种性，性种性专指空里说，这两种了。第三种叫道种性，道种性，这就是实相实回向的菩萨了，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。他在哪个位子，登到哪个位了，哪个位的不同，他悟得的情况不同，这叫道种性。道种性就是实回向的菩萨，他修中道的妙观，既不足于空，也不足于有，持有落于凡夫之见，持空落于二乘之见，他行的是中道观，这叫菩提道了，他所做的都是菩提道，叫道种性，专门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。第四种呢，叫圣种性，圣是圣人那个圣，这是登了初地的菩萨了，登的菩萨。前头的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叫三贤菩萨，三贤位的菩萨是贤位，跟凡夫二乘不同了。现在登了地了，圣种性，欢喜地，他亲自证得了，证得什么呢？证得佛所成道那个菩提道的真理，证得。实地啊，是一位一位证，一位一位证，所以叫他圣种性。他修的观行呢，是中道，中道，真正的菩提道。即不于持于空，也不持于有。咱凡夫断肠二见，不是断了没有了，断见，我长了常见。我们很少想到我会死亡的，有病就去治疗，怕死。怕死的决定得死，是不怕的该不死了，不怕的也得死，不过他在这个死啊得解脱了，他只是分段，这一段了了又来一段吧，但这就苦啊，就分段苦啊，他不持于有，不落于凡夫，不持于空，不落于二乘，他把那个空变成真空，把有修道以道理变成的是妙有，真空是不空的，不空什么不空的，众生空不了，要度众生，那众生就是有了，这个有非有，知道众生是幻化的，这有非有，非有就是妙有，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在这登地的菩萨，有圣种性的菩萨，他前头是三贤位的，他入了圣地了，证了一份法身，跟佛相等了，十地一地一地的往前断，断一份无名，证一个地外，断一份无名，证的
十分无明断完了，这叫等觉菩萨。等觉菩萨，即等，等什么呢？往后等妙觉。往后说妙觉，接着往前说，就前头十地菩萨。他达到这个十地满心，就像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笠天内院，这等觉菩萨他要来到人间来度众生来的时候，就妙觉了。妙觉就是佛说呢，自己觉悟了，证得菩提道究竟了，觉他，觉他也觉悟了，让他也证得究竟了。或者有人或者这样问了，说是释迦牟尼佛觉他，我还是众生啊，并没把我度啊。他看见你不是众生，那佛观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，自觉觉他就是觉到众生，知道众生的本性了，众生的本性跟佛无二无别的，但是他行菩萨道的行到究竟了，叫等觉完了，就是妙觉，恢复他本来的。为什么加个妙字呢？这个事儿非常不可思议。所以佛成佛之后，他看呢，哎，大臂众生皆有佛性啊，我所证得的没有得个什么，那众生都有啊，就是迷雾之差，迷雾之差。说这个种性叫六种种性，大家记到这个分位非常重要。习种性、性种性、道种性、圣种性、等觉种性、妙觉种性，这叫六觉。但是这是果说的，都是要果说的，还有个因呢。果必回顾于因，你做什么事情，这个结果发生了，结果得到了，这结果怎么来的呀？必有因。别我们得这个人身，现在是得的人身，我这个人身怎么来的？为什么我是女的他是男的？为什么我是男的他是女的？为什么他很幸福？为什么我很苦恼？但你必须得知道因，知道因先了解你，我跟佛无二无别，这叫正因，正因佛性，不是邪知邪见啊。邪知邪见，他就不是正因了，是一切那个邪知邪见的，不正知的，不正知的，他所那个智慧啊，净走歪路，净走邪门，所以咱们叫邪道，就是这个含义了。因为这个正因呢，就是能够成佛，正因就是成佛的之因，就叫正因，正因的佛性，正因佛性。还有一个了因佛性，了呢就是照了的意思，说智慧照了，照什么呢？照真如，就照母原来的本具那个真心。我们从开始一听课的时候，我们共同学习的道友们，这我们就讲了，讲什么呢？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佛，我们大方广佛华经显示的就是显示一些众生的跟佛无二无别。了就是明了，知道，知道我的佛性跟佛所成就的佛性是一个，但是我是迷，佛是悟，
这个就叫照料了真如的道理，大家所生的智慧叫了因佛性，了因佛性，这个成了佛，就是成了果德的时候，叫智德，般若智德，就叫般若德，般若德，还有一个原因佛性，正因、了因，还有一个原因。原呢是铸成的、储成的。原能铸成吗？铸成什么？原能铸你的了因，开发你的正因，一切善根本具足的功德，就是一切众生。我们现在是迷了，但是我们所具足的功德跟佛所成就的功德平等平等，但是我这是等是具足的，不能运用，不能运用。所以这个就叫什么呢？就叫原因佛性。说现在我们遇着佛法的缘，因为学佛法我们一味一味的成就来储成我们的本具足的佛像，能够成就。要知道正因、了因、缘因，有这三种的因吧。要使你正因显，必须得加原因。再讲金刚妙计主海神，讲不动心的功德海，信徒们，他得到是不动心。咱们经常讲如如不动，如如不动，你心呐、遇到任何境界相，不随外缘所转，不随外缘所转。这里头含着很多的意思，含着降魔的意思。魔要咬了你，你心不为魔所转。这其他经论也有这样说，《金刚经》说：“不去于相，如如不动。”不在相上转，这个慧怀菩萨，慧怀菩萨是我们这个唐朝的时代一位禅师了，他在这个山林里头修定的时候，他要成就了。恶鬼就现前了，恶鬼现前了，来吓他。那鬼现前了，突然没得脑壳，没得手，吓这个禅师，吓这个慧怀禅师。慧怀禅师说：“哎，你很好啊，没了脑壳了，你不还头痛啊？你将来不会再头痛了，那脑壳没有了吗？”他本来是吓他的，吓他了，禅师不为他所动，不为国所动，他跟那俩开玩笑说：“没脑壳了，你再不害头疼了。”这鬼又变了，又变了，又变回没豆腐的。你说这人要没豆腐，看见个脑壳，看见那个没豆腐的，又来吓这个禅师。禅师又跟他说：“说你好了，你也不要吃饭了，你没有五脏六腑了，你也不会害肚子痛了。”那鬼也不能把他迷惑，那鬼又变了，最后变得不同，变个天女，非常的美妙。说天地呀，令我来帮助你，给你打扫清洁，来照顾你的生活。
禅师他说了，说什么呢？说是你拿你这个，这叫臭皮带，你自己感觉很美妙，以葛囊见色，就是皮里的包的东西全部清净的，全部清净的。天地怕也好，干什么？我不容你，不容你。那这个天地就升空了，魔王化现的。他说：“大海可解，大海可解，须弥可穷。”说大海可以干，须弥山可以把它推倒。说动善人心，动道人心，就动这个上人呢，就称赞这个。慧怀禅师了，说度道人心非常的难，说你啊资质坚贞，说志向啊修道的心非常坚定，赞叹他完了，啊天女化现就走了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动心。那这个金刚妙智竺海神呢，他就得到一个不动心的功德海，他能够度化一些众生，让众生任何事情不要动心。咱们佛教有两句话，随缘消旧业，起心动念造业了。我做好事，好事也是造业，业是造作业，好事也妨碍你修道。到你修道时候，这个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全是一切境界相，都让它停止不动。就是不动心的功德海，海超人因竺海神，得普入法界三昧门。这叫入法界定，法界定。三昧呢，就是定，但是这个定的名字叫入法界定。这个在三昧品呢，普贤菩萨所解释的，到后来《华严经》最后入三昧门呢，那真如三昧。也叫法界定，观这个法华严经所说的一真法界，究竟的妙理，究竟的妙理，这是普贤佛菩萨所得的法界定，修法界观得法界定，透彻了一真法界的究竟妙理。就是把这些个竺海神呢，一个一个的说的，他们所得的解脱门，一下就赞叹佛。尔时出现宝光竺海神，成佛威力，普观一切竺海神而说颂言：不可思议大劫海，供养一切诸如来。不以功德施心上，是故端严罪无别。说佛呀，他那个功德呀，不可思议，像大海是那么样的。说要说佛的不可思议，太多太多了，就像海是那么样的，大劫海，说一大劫也说不完。赞叹佛的功德，供养一切诸如来。说我们供养佛，供养佛是供养佛的功德。完了，在利益众生，把供养佛的这个功德自己不要，不贪着，把它施给一些众生，平等心施舍。所以呢。是故端严罪无比啊，佛就是如是做的，
佛也供养一些诸佛在因地当中啊，完了又把供养诸佛的功德下化布施给一些众生，所以他感到的福德智慧，佛所现的佛身，佛的智慧，佛的解脱，佛的般若智慧，最无比，不是一些众生，其他九法界众生不能跟佛比。一切世间皆出现众心根系根欲，没不知。普为弘扬大法海，此事坚爽所心悟。佛的出现世间，利益众生，他能知道一切众生的根，什么根相？咱们经常成说一个人呢，说这个人呢，真是劣根相，劣根相就是很坏很坏的，过去的人，承认这个人，说这个人呢，性情很好的，善根很深厚的。众生的根，众生的欲望呢不一样，有的喜欢热闹，有的又喜欢清净，有的喜欢做工，有的喜欢务能，都是他欲望，众生欲望不无穷，佛呀都能知道，佛也利益众生的有大智慧，知道众生的过去他怎么修的，佛给他一说法，那当时就成就了，但是你得有这个善根呢，能够遇见佛呀。如果你没这个善根，遇不到佛。遇不到佛，能闻到法。现在咱们是处在末法时代，末法时代呢，就是法已经将要灭了，快没有了。而在这个时代的众生啊，根基非常薄，非常薄，很不容易遇到佛法。现在这个地球，大致说是60亿人口，闻到佛法的能有好多呀。闻到了是不是真正信呢？真正信呢？真正信就能放得下看得破呀，很少很少，可以说几乎没有了。遇到法很难呢，咱们要是说60亿人口遇到法的，遇到法了能够照着佛所教授的教导的方法去做，又有好多呀。人怒肚子饿得不得了，那面前摆的或者烧饼啊果子油条面条什么大米饭都有，你得吃啊，你不吃你肚子还是饱不了啊。说佛说的种种法叫你去做，说就是行，你如果行了呢，你得到了，你不去做，不去做怎么还能证啊？怎么能解脱呀？所以这就叫末法。现在闻到了，他不去做，世间的名闻利养，耐争毁誉，成疾苦乐，贪嗔痴，你不叫他去做，他要去做。他甚至说，人说脑袋血个尖啊，往里钻呢、为什么？这业，咱们都说业障，这就是业障表现。一切世间皆出现众生根欲没不止，普为弘扬大法海，此是坚爽所心悟。不可坏的金刚闯珠海神，他得到的善巧方便呢，守护一些众生的善根。
众生都有一定的善根的，每个众生都有，只是的深厚浅薄的不同而已。有的善根深厚的，他能够看破，看破了才能放下啊！一切世间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空的，是假的，如梦幻泡影。他真能这样认识了，认识看破了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世间的名闻利养对他不相干，这叫放下看破。那哪一类众生能看破，能得得度，佛就给他说哪一类的法。一切世间众导师法云大雨不可彻，消解无穷诸苦海，使力构成入法门。不离尘垢的主海神，他在了尘垢之中来度众生，令一切众生的烦恼海的消失消解，一切众生烦恼法流转住取受住苦，为其开始如来境，普水共身入此门。这个是呢，横住波浪当中的诸水神，他令一切众生啊离哪道苦，三哪道，三哪道的苦是不间断的。人间嘛，苦乐参半，一样一半。三哪道是纯是苦，让这一哪道啊离开苦，能够得乐，能够解脱。佛与南寺劫海中修行诸横无有尽，永劫住此欲慈祸王，宝月于此能明了。吉祥宝月诸海神，他能够灭一些众生的慈难，让一些众生有光明有智慧，消灭于此。佛见众生常可怖流转生死大海中，四比如来无上道龙吉误解生心药。这个妙华龙吉诸海神，他得到这个佛所证得的了，随佛所扬化的了，灭一切众生的在六道轮回一切自取的苦难，能够得到安乐解脱。诸佛境界不思议，法界虚空平等相，能净能烈能净众生持祸王，若是思维能宣说。这是第七个诸海神，普慈光外诸海神得净止一些众生的欲慈性的解脱门。佛眼清净不思议，一切境界悉该览。普世众生住妙道，此是华光心所悟，宝焰华光诸海神，他得出生一些宝种性。咱们那六种宝种性啊，这个没说哪一种啊，就是普遍都具足。宝种性呢是菩提心，菩提心发菩提心，劝一些众生，开示一些众生，令他发菩提心。魔君广大无央数，一刹那中悉摧灭，心无穷动难测量，金刚妙极之方便。金刚妙极这诸海神，他得到一个什么呢？不动心功德海。不动心，任何事物，咱们经常的说这个用世间的俗语吧，管他去呢，反正我心念不动，不随贪欲，不随世间炫，转变他的心念。他的心念呢，常时住在三宝，不为世间的功名富贵啊，不为这个所转，他得到这样的解脱。这得要靠定力了，对，不动心的功德海的系统们。
不与十方言妙音，悉因法界没不着，此事如来三昧经，海潮音神所行处。这是海潮雷音诸海神，他得入了法界三昧，就是一真法界三昧啊。法界呢，就是界是心，心生万法，万法归心。在《华严经》有这么两句话：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在《华严经》所讲的一切法，一切法从心生，心生故，种种法生；心灭故，一切法灭。也就是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心不生，心不灭，即不生也不灭，就是不生不灭，就是一切法从此法界流，而四现一切法，一切法无不还归此法界，归于寂言寂静不动，随缘故，随一切众生缘，这一切法生。缘尽了，缘尽了就法灭了。咱们众生谁跟谁的面缘，这家庭夫妇朋友乃至于共住的因缘，这叫缘起。现在的缘呢，好像是很脆弱的似的。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好多次，现在男女是组成家庭的，现在的家庭的破裂太多太多了，就是缘尽了，缘尽了再留也留不住。为什么缘这么浅呢？福太薄了，业太重了，业深慧浅，那这本身就是灾难性的，也到末法时代就是这个样子。在我们佛教说，刀兵水火饥馑，灾害频繁，这就是末法的现象。我们怎么扭转呢？相信三宝，坚定相信三宝，信的深得到难境的大，信的浅难境就少。反正尘嘛，尘是尘扰嘛，咱们知道世间上的这个混乱没有智慧，慈难没得光明，一切法都如善，这就是末法。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，人类所受的灾害是频繁的，水也给我们做灾害，海也给我们做灾害。现在我们讲的主海神呢，下头就让主河神了，前头一个主水神了。那水是海不？水是河不？各有各的不同。海的水性，河的水性不同。这条江的水性跟那条江的水性，这条河跟那条河，乃至堰塘，乃至咱们的湖、江河、湖海，各个不同。看都是水吧，水跟水不一样的。这个你如果是做这个研究的，你知道那水的浮性大，水的浮性少，水一点浮性都没有，你丢一点什么东西它都沉下去。水性浮性很大，你丢下无所谓。如果你没到过的，说啊还在山上，你相信吗？你绝不相信。你要到过西藏，西藏山顶上，西藏山顶都有个堰塘，他们都叫海，特别是腾格里海，腾格里海，那神海，
不是个海，就是个堰塘，山顶上的一个水塘，他们都叫它海。为什么？那水都是咸的，把水舀上都可以晒盐吧。嗯，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是海底，过去的海底，你在山上捡到很多贝壳、海物，都是海底下东西，它就在山顶上，是大自然的变化。嗯，知道这个了，你就知道一切事物是运动变化当中，没有一时停歇的。嗯，任何事物都如是，人呢比这变化都快。人的心呢，一天早晨到晚上变化好多次，这个每个人都知道了。嗯，都知道。因此啊，修道，咱们讲的发菩提心修菩提道，后头加上几个字吧，难难难，发心就很难了，发不起来。发心修道啊，更难了，更少了。嗯，那现在，我们现在这个学华严经，这因缘是不是能成熟？很难得说，很难得说。就是说者，我再说吧。已经生病，90岁了，也许突然死亡。那要再来人说嘛，就再说；没人是说呢，就不说了。嗯，每个闻者，那是因缘也不一样，障碍非常之多。说法大，法圆满。法圆满，世间上上不圆满，它会有很多障碍出生的。要能够都圆满呢，那是我们大家的福德，是大家的智慧。我所知道的，从我的老师的老师讲《华严经》，圆满的时候非常少，障碍非常之多。你能闻一回算一回，华严经叫杂华，杂华呢就是音呐、非常的多。咱们广列这个神众啊，就讲200多种，它每一类的又有好多分。东海绝不是黄海，也不是北海。海看着是讲主海啊，还有很多类。咱不能详细讲它去了，水也入世，为什么有这么多诸海神呢？这些诸海神呢，都是菩萨了，示现的了，示现的啊！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像认识佛法，以这佛法来认识世界，你把外境认识好，再认识认识你自己。因为你自己呢，就是你这个心呐，变化无常，时而向道，时而霸道，时而向善，时而造恶。这叫咱们将来讲到这个敬恨品呐，文殊师利菩萨告诉我们，善用其心呐，希望大家呀善用其心呐。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
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荣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，基于众生平等、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。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，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，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，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戾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从天人到地狱的六道众生，如何延续生命的轮回？在《长阿含经》中，佛告比丘：一切众生以四时存。佛陀看到四时如何造就众生，一世又一世，生生死死的流转。一断食，种种美味饮食，因从鼻嗅香，口尝味。口鼻分断而食，所以称为断食。也有一说是由于分餐饮食而称为断食。断食主要是长养色身。二触食，追求感官与外境接触的满足，如看好的景、听好的声音、尝美食。三视食，又是大口吞食。六根上色身香味等佳肴，且在存于意识中继续无止境的生死苦。四思时，在思想上生出种种满足感官与生存的渴求，无止境的贪求四时会带来诸多烦恼，甚至养成身体和心灵上的诸多疾病。更严重的是，为了追求四时满足而造作恶业，饱受苦果。除了适量的饮食之外，断烦恼的法食所带来心灵的饱满和光明，更是健康的生命所不可或缺。是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空中佛学院。
请会长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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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学院的同学，电视机前及视频前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，今天要向大家解说的是《佛法概要》第四章五大菩萨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地藏菩萨，视频档案是45、46，图表是23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五大菩萨的最后一位地藏菩萨。那五大菩萨呢，都有它的一个特点、特质、特色。那这五位菩萨的特点、特色呢，是慈悲智愿行，前面都加一个大，慈悲智愿行，大慈大悲。大智、大愿、大行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菩萨呢，他的特色是大愿。他的愿力呢是殊胜的。那在地藏菩萨呢，他可以说在我们中国的民间，非常推崇这位菩萨。还有呢，在我们佛教的大德里面呢，有很多也推崇地藏菩萨。那比如说我们民间的信仰，我们在中国特别重视这个孝道，重视超度救济父母。那这种圣